坐姿的时候啊，扶住他的肩膀，压住他的肩膀，然后稍微帮他头往另外一边侧，翻侧的时候，然后坐紧的那一边，坐紧的那一边就好。他往这一边是哪边紧？他是偏右边的。他偏右边的，他这个比较偏左的。看一下，嗯，对啊，比较偏右边，所以就是往这样子边拉，对，好、哦，按、啊、压的时候尽量就是维持住那个姿势，固定久一点，至少维持10秒钟，好、哦，因为要拉过来，对，好、哦。